Let them off! I'm going to go to Anna, but it's so far. Over there. If I change Anna, I feel like it's hard to hit. But I don't have time to go to Anna right now. ，没有，是缩起来的。没关系，看看呐。哎呦，七六六六六。 有捉尸哦，七六，这物子让我觉得很像大师哎，他走位不像是这个场次会走。行行啊，要出来哇！哦，他在想什么？死神啊！ 赢了，哦，打得好累啊！真的非常好玩吗？真的吗？那你要不要顺便玩全境封锁？更好玩。嗯，地马是有头的哦，他的身体。 Friendly, no kill. 不要，我要进去杀人。
哎，拍到了。Welcome to Oasis. Prepare for battle. Select your hero. 哇嘞，我开八小半了，因为我觉得我今天胜率真的很不舒服啊，很低呢。所以我就决定排辅助爽一下，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单排输出的命啦，可能就像普罗他们讲的，输出就是单排很辛苦，除非你够强。那我是觉得我输出玩起来单排体验真的都没有很好啊，但单排辅助体验都还不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安娜的补枪可以，不行不行。安娜的补，安娜的的补就是左键都没办法穿盾，所以为什么安娜会讨厌星星，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星星就会跳到你跟，因为安娜通常都会走后面嘛，她站位会是在中后排，那星星就会跳中后排，然后再造一个防护盾，然后你的安娜就没办法补到任何人，这是一件蛮难过的事情。哎呀，我选 B 机选错了，不应该选 B 机。哇嘞！他们有我要换巴蒂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安娜会是最讨厌星星的人。有人在挂机，谁啊？你冲进罩子，如果你的队友是安娜，你身为一个输出，你其实就算你的队友不是安娜，你还是不要进盾。我觉得玩出最基本的队跟星星队，你发现你被罩进盾里面，你要赶快出来，除非你是死神，或是你是闪光，或是除非你是骇影，除非你是那种可以马上逃走的人。不然我不建议你进去盾里面，不只是安娜救不到你，其实其他队友也救不到你。你托比昂如果进罩子打也不是不行，你要留一个那个炉心超载，就是一个你的 E， 因为你的 E 可以帮你加血量，还有你的跑速，所以如果你有扣一个跑速的话，也不是说不去打，我觉得。你只会玩 Lucio 跟 Soldier 76，那也不错啊。That could have gone better. Overtime.
耶、yeah, 啊！我怎么打的快跟我们家原氏一样多？抓残血的星星，对，你开一进去是对的，但我的玩法会是进去打，然后少了三分之一的血再开一，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你要让自己想办法走出来嘛。哎呦，是积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位 Pat。是斗战大的人，他叫夺命香鸡鸡。没有，是我打太久。而且是因为我今天胜率真的太低了，所以。想说单排个辅助，让自己胜率提高一点，因为我发现我玩辅助体验都蛮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我单排输出我都不敢喝酒，哎，你应该轻飘飘的对不对？单排辅助我是可以喝酒的。喝酒还是炸清酒，可是单排输出我真的没办法，我觉得太容易遇。好舒服啊！可是我队友很没礼貌哎、欸，他一直在那边 GG easy， 这个人就是狐假虎威哦、喔，玩那么烂，还在那边狐假虎威，垃圾。You're stuck. 玩那么烂还敢在那边 easy， 最讨厌这种人了，就算是自己的队友还是很白痴。那是因为你稍早没有来看我才啊，我单排输出的时候我多痛苦，我觉得我单排输出真的好痛苦哦，我觉得我单排输出好像得不到任何成就感，你知道吗？其实想一想真的蛮难过的，可是单排辅助我真的觉得我好有游戏体验哦，我在想可能我不太适合单排辅助啊，我不太适合单排输出啊，就对啊。
现在这个时间你都排到韩国人，正常啦。我觉得，雷就是雷，没有什么韩国人不雷这种事情，没有。我的游戏体感就是会雷的人就是会雷，不论他是哪国人。好想玩露西欧啊！我先看我另一个奶妈是玩什么的，她叫什么名字啊？欸，我开始排到韩国人了，是这个吗？关掉了。欸，我中国人，中国玩家真的是很容易玻璃心啊！我这个真的不骗啊。他们很多时候第一波打输就开始嘴人了，开始气氛了。其实是我会觉得说，才第一波呢，第一波有必要那么不舒服吗？第一波，第一波还好吧。如果是连续好几波都输，你在嘴，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第一波输就开始骂，我只觉得哇，你有那个闲时间打字，你不如认真玩一下。哎，对对对对，我今天就遇到一个中国人，明明对面就没有开挂，然后他还在嘴说啊，对面开挂，拜托，为什么我玩半仗的时候他就射不死我？你一个原氏直直飞进去，那当然会一直死啊！我觉得他号买来的，他居然是大师哎。完蛋，再见了。欸，不是，一直送头也是很烦欸。你一直跑到一些捕尸奶不到的地方，然后再说捕尸不奶，就很奇怪啊。我很多时候会说捕尸不奶，都是我已经在他面前了，他还是不奶我。欸，我觉得这场凶多吉少。不是星星打扎利亚不是优势吗？星星打扎利亚是优势吧？啊，怎么可以打成这样？哎，为什么 MMR 坏掉？只有我是掉到白金呢、啊？然后一些没有怎么在玩竞技的都跑到大师、中师，闹这种事啊？后面哦，我刚睡地板干嘛？欸，我觉得我们星星不会玩欸，怎么办？坦克不会玩，因为我觉得星星打女坦是蛮 easy 的。哦，换莱茵，莱茵更好，莱茵更好。我是赢太多了是不是？现在要给我教训就对了。先换巴蒂盒。换巴蒂咯。对啊，我觉得这一关玩蓝露珠我不会怪他。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坦克很烂。我真的觉得星星打来，星星打女坦是不至于劣势的。我认真。哦，对了，我现在说话有点飘飘的，是因为我刚刚有喝酒。哇，
跟 男生爽完，你又知道我不是跟女生爽完，没有啦，没有啦，我乱讲的，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跟任何人爽完，谢谢，我没有跟女生爽完，请不要，请各位冷静，不是啊，我们这场坦克真的好，哎，不是，实力。莱茵娜，加油啊！换安娜，你们觉得我玩女玩和尚有料吗？我觉得我玩莫伊拉好了，现在莫伊拉超强啊！虽然还是记得要丢黄球啦。我接下来可不可以？你们可不可以容许我不讲中文啊？因为我发现我现在讲中文有点卡卡的。我接下来可以讲英语吗？我可以讲我的母语吗？糟糕，我醉了。平常讲中文就已经卡卡的了，我现在想说母语。哇嘞！我被莫伊拉吸死了。Time again to try again. 哇！你这个炸弹鼠，你怎么敢打？大哥，你现在冲出去干嘛？收掉！哎呦，炸弹鼠在呢！弹鼠，再收一个，再收一个！好，等吧，等吧。他那个七六。
哇嘞！啊，下一波了，下一波了。还辅助也是很无语哎，我快有大。队友，队友，可不可以做一点事情啊？哎，要输了。哇，是因为我赢太多吗？直接给我一个教训哎、欸！哎，没事了。有感谢可爱鬼的揪团，谢谢。嗨，可爱鬼，好久不见。嗨嗨，早安早安。其实我开很久了，我开了快九个小时了。哦，对了，我现在讲话有一点飘飘的，是因为我现在玩的是辅助位，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喝酒。所以我就喝了一点酒，我现在喝的是格兰菲迪的12年雪莉桶，好喝。 I will not leave a broken world behind。 喝酒玩安娜，哎，我准度还是很够的，大概啊。我们坦克是谁？拳王。哇哇哇哇哇哇哇！我觉得我该玩巴蒂耶，我觉得我们输出有点难过。不行啊，我觉得我们这一队有问题。喝酒玩安娜还是喝酒玩安娜要说好，确实。我等一下丢完奈米我换角，我觉得我们输出做不了事情。
啊！哎呦，不行啊，我们拳王不会玩呢，白痴哦！糟糕了，坦克不会玩，这游戏真的会很难受，我真的这样觉得。一个会玩的坦克，有没有一个会玩的坦克，真的差很多。那我们拳王到底在干嘛？他为什么那么坚持拳王？来，给你。哎呦，我们拳王真的超烂呐！救命呐！不是，我这跟各位再讲一次，你玩多拉多进攻方，拜托，你身为一个坦克，请玩机动坦，并且把二楼的人骚扰下来。你怎么一直在飞平地呀？我的天哪！他一直在打平地，你没有发现吗？哇！你玩拳王，然后还打平地，到底？哎，没救了，没救了！都玩机动脚了，还不打二楼，到底是在干嘛？他是拳王哎，可以背一个 Sigma Counter 是有道理吗？我是觉得没道理啊。哦，他终于跳二楼了，他终于跳二楼了，我谢谢他。哦，救命啊！ Sigma 不是他的目标，他完全可以无视 Sigma 直接跳二楼。 Sigma 机动性那么烂，他除了开大机动性高一点之外，他没有任何机动性可言，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那个拳王的动作让我觉得很费解，是这样用吗？费解。他也不碰车。哎呦，我们拳王好烂哦！我们拳王真的好烂哦！救命啊！哎，进攻方玩拳王还可以打得这么辛苦，而且对面是 Sigma， 如果对面是星星，那就算了。哇！然后他防守方给我选女坦，我无言呢。哎，好了，给他选，给他选。我要换巴迪，我受不了。Another day, another battlefield. 哎呦，我以为我排捕师正常人会多一点，啊，怎么都没有正常人。我不知道哎、欸，可爱鬼，你在揪团来之前，我有打一场哈瓦那，然后那一场就是有路西欧直接说 GG， 然后开始挂网，然后那个地吧，就是站着跟人家对射这样子哦、喔，然后完全没有左右晃动，他就是站着对射，然后到自己爆甲，我严重怀疑那一场那路西欧跟地吧是双排想下分，没有吧？我目前打下来，我觉得是输出最坐牢哎、欸，我认真，我觉得我捕尸的体验比输出好多了，真的。
我补师完下来，我觉得没有很坐牢啊，输出让我比较坐牢。我玩输出的体验真的好糟糕、哦。我就是因为今天输出体验真的很糟糕，所以我才来拍辅助。然后我觉得目前玩下来，我觉得输出的体验都还不错啊，不，辅助的体验，对不起。这场坦克太烂了，我们坦克真的很烂欸，我们坦克不会玩游戏。哎，等输了，我不想过去了，记得提醒我把那个坦克避免，他太烂了，他真的太烂了，对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啊？不是，哦天哪，太烂了，太烂！怎么有人坦克可以完成这样？嗨，马拉桑 ，Hello， 安娜突然玩起了密室逃脱，哈哈哈。哎，我今天排蛮快的。B G， 哈瓦安娜，有法拉，我觉得我可以拿 B G， 我觉得，希望我不要选错。我除了法拉奶不到之外，我其他人都奶得到。第二是，我们是欧瑞莎，所以平推阵用 BG 应该还行。对啊，我现在肚子有一点饿，我在想，等一下煎个牛排吗？但我还没有解冻。你们确定要守二楼？我一直都觉得中城区守二楼是一件很怪的事情，因为中城区二楼太好攻击了，我觉得啦，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下来会比较好。是躲命吗？大哥，你太远了！哦，怎么会有这种白痴坦克啊？你在冲什么？嗨，安宝宝，皇家禁卫军 ，Hello。这地图没有强力远程输出，守二楼就是确实就是送。哎，我们，哎呦，太远了啦！他，哎，我觉得我们欧瑞莎来搞的，他怎么都冲那么深啊？虽然对面也蛮送的，但
对。哇嘞哇嘞，好了，没了，换角喽。碧姬恭喜补血，是碧姬的位置开始算还是打到敌人的位置开始算？碧姬的位置，以碧姬十公尺吧，我记得。我觉得我们坦克好送哦，他为什么都要冲啊？那都不会有，都没有人会坦克了吗？都不知道该退吗？哦天哪，救命啊！谁能来救救我？谁能来？我是不是没进语音啊？好吧，他太送了啦，我觉得在演欸。欧瑞莎，欧瑞莎，你可以不要那么冲吗？稍微防守一下，毕竟我们是防守方。Orisa, we don't have to touch.Because we're in a defend position. And let's pick Zarya. I think you got countered. This is why you hire a professional.哇，他，我跟他说他选 Orisa 是被 counter， 他蓝露珠没救了，没救了，哎，上等数，那，哦，没有啦，他是 Z 那 Matra 也是蛮被 counter 的，我老实说，因为我玩女坦，我根本不怕拉玛塔，我怕的是有盾的，你知道吗？我至少拉玛不盾的啦，虽然只有四秒，但还行。脚就是好人。不过我们有炸弹鼠，我是觉得那个扎利亚过得超。要记得退，要记得退哦。啊！救命！啊！我开始感觉到在坐牢了。我突然觉得玩捕尸也是蛮痛苦的。救命！我觉得我在坐牢了。
啊、那哦，好痛苦哦。对啊，就是因为夺命炮我们才有机会赢呢、啊。如果这边是钻石场，那个夺命早就把我们打烂了。Another day, another battlefield. This should be interesting. Keep in sight. I'll have us in and out in no time. Have you all seen what this guy can do?哇，他被断捕还敢往前哦！哎，他至少退了。哇！啊，我刚好被断到补啊！
enemy turrets taken care of. Over here.哇哇，没有人来帮我哎！正常不是会有人来帮我吗？居然所有人帮我放生哦！这个，好吧，我是不能理解了。完蛋，人家到我屁股开大，我还是觉得我刚刚被睡那边没有人来帮我是一件很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刚刚那边优势哎，而且走一下就到的地方，他们居然把我放生，哇，无言。哎呦，我们家坦克是白痴，刚刚就先退就好了。哇，哎，输了输了输了。哇嘞，能不能来一个会玩游戏的、啊、太夸张了啦。拉玛塔开大，然后一群人冲进去，只有我一个人是往后退的，超夸张。拉玛塔开大，我们还有时间，你可以跟他玩拉扯，然后你选择进去开大。哇，哦天哪，救命啊，能不能来一个会玩游戏的、啊、哇，救命啊，能不能来一个会玩游戏的，我觉得我玩得很痛苦。救命啊！救命啊！我开始坐牢了，我开始连玩辅助都在坐牢了，救命！哇，猜拳猜输。
fighting. Come here to get healed. I'm here. Keep fighting. Surrender to my will. 可是。我是觉得他没有跳二楼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他击杀高是因为他是坦克，他可以活最久。怎么了，林家叔？那是你认识的人吗？因为我自己的，我作为其他队友的观点是，他作为一个机动坦，然后不走二楼是一件很白痴的事情。你懂吗？他打平推，他不如干脆玩莱茵算了。他只有很后面才跳二楼，这是为什么我会检讨他的原因。至于你说那个托比昂啊，我完全不想讲他、欸，他就是来乱的。还有得检讨的，你知道，那还算好的。很多时候是连检讨都没办法，例如说托比昂。还说加速那是你，啊，救命啊！请问莫伊拉是被黏到还跑过来找我吗？快哭了。Fuck！ 他最好是可以一起把我弄死。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这场也玩得蛮痛苦的。我们第一把不。